啊，左下腿啊，拉紧了痛啊，左下腿拉紧痛啊，我看那个骑在马上啊，骑在马上，骑在马上，骑在马上啊，我们地球人呢，坐在马上，马走一步走的时候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人累不累？也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呢，但是外星人那个天人呢，感觉差不多啊，骑在马上，骑在那边不动，以马在往前走啊，他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啊，他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啊，他是感觉差不多，但呢，地球人就不一样，就光坐在上面，和跑的时候是完全两码事啊。但是反复强调啊，反复强调的是说的那个，地球人就不一样啊，外星人就啊，就是那个天人就差不多啊。毕竟是不同的物种嘛。我们通过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点区别啊，慢慢认识他们啊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